大哥，麻烦我停一下哦。大哥，你喝酒？喝酒？酒寒吗？你这个不能喝酒呢。你这个不能喝酒，你这个电动自行车不可以喝酒呢。好，那所以今天是选择不测嘛？那罚单一样要开，那这个我一定要开，一样会开走。好。南港分局巡警日前执行时，发现一名男子边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边喝酒，巡警便将他拦下实施酒测，而男子当场拒测，巡警便依法对男子开出新台币4800元的拒测罚单，并当场一致保管该微型电动二轮车。南港分局呼吁，千万不可酒醉上路，警方会持续加强查缉不法，努力守护民众安全。